宫崎骏的老搭档吉卜力制片人铃木敏夫在给中国观众录制的视频中谈到宫崎骏的新作动画，这次可能是最后一次了，所以将不计时间和预算，目前的进度已经开工三年，据完成仍需三年，究竟能出什么作品呢？我们非常期待，因为第一次检查已经完成了，每次看都会觉得非常兴奋和激动，各种细节都没有偷懒。我看着目前完成的部分，就非常期待三年后的成品。非凡娱乐实时报道。